教大家一款高颅顶气质发型，颈肩的听清楚，直接扎成低马尾，好不好？头发到中长发的和长头发的，直接把头发对折一下，不需要对折很长，大概就是一个拳头的长短，发尾固定。把咱们这个发尾像主播要往外松一刀，你再拎着你短短的发尾往上转。如果说提不上去，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扎得太低，也考虑一下是不是皮筋扎得太紧。这是短头发的齐肩的头发啊，头发长的把发尾再松一点点。留的短一点点，我从侧面这里多多少少这样分开来一点点就可以了哈。头发短的直接扭上去啊，头发长的多余的发尾的问题藏进中间里面，这么塞进去就行了。下面的啾啾手拎着它，看啊，手拎着它把那发尾往上提。你可以把左边这个头发适当的给它这样撕扯一下，调整过来，是不是好看很多了？这个里面头发从左往右，你再给它的扭一道嘛，它就不露皮筋了。所以然后就是所有头发都包过来之后往上提，这样的话中间不会有个大疙瘩。再把咱们左边发丝调过来一点点，其实一点点就够了，不需要很多，这样的话你头发少也能扎。然后手再给它这压住，如果说你们头发不听话的，来跟着我多练习好不好？咱们再选固定器，就是钩的哈。然后的话钩子是起到防滑，就是说你头发再少都能勾住，不要用一字夹。一字夹固定头发的话，你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会容易掉，而且卡不紧。咱们就用这种厚一点的，然后牢固一点的夹子把它固定头发，你这样的话你去跳舞它都不会掉。把那小尺子往中间这么一穿，使劲的往里面这么一穿，你怎么甩头，你想让它掉它都掉不下来，真的哈，就固定的非常非常紧哈。